你这个下贱的女人，你给我滚吧！你把孩子也带走，你给我滚！不要你了！你这个下贱的女人，滚！给老子滚！滚！滚！求求你了，爹！你滚开！爹，你不要！你下贱的女人，我气死你！我气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要你的命！你不是女人生的！ 我教学这些女人关你什么事儿？别跑！别跑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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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人了！别跑！救命！救命！ 不要大家，大家不要，不允靠近！大家饶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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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饶
跟我走，别打了，走！我踩死你！公主，你没事吧？你们这帮笨蛋，还不快给我追！是。惹了我安宁公主，你们就是跑到天上去也躲不掉。公主？那野女人是公主？嗯。如果所料不差的话，她就是刚从外地回京城的安宁公主。皇上的亲妹妹啊，老天哪，我把皇上的妹妹给打了，大哥，我打了公主啊，还有我啊，也把她打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的傻哥哥呀，我不知道她是公主才跟她动手，可是你猜到了为什么还要拔那母老虎的毛呢？我为什么拔虎毛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大哥，你一定是为了我。你知道就好。就算你是为了我跟公主打架，也傻到家了。为了你，我愿意当个傻子。不管怎么说，跟公主打了一架还真是蛮刺激的，就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跟贵妃和皇上打上一架。有你这种想法的人，不是一个惹祸的根子还是什么？
不过，我听说安宁公主也是一个找茬惹祸的人，你把她打了还有心情笑？她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哦。皇兄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要不是老哥我来了，你这还不得闹出人命啊！啊！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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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行了，各自服药去吧。陈令啊，在他们跟随公主很辛苦，给他们多发点银两啊！是，等我来吧。谢谢皇上。哎呀哎呀！爸，啊，谁让你多管闲事了？嘿，我的亲妹妹啊，你对你贴身的人可不只要让他们怕你，还要让他们敬你啊！哼！哎呦，参见皇上。啊，安宁啊，这许久不见，你的脾气可是越来越鲜活了。什么鲜活？少拿我开心了。哦，就许你拿侍卫出气，不许别人许你开心呢。他们那叫活该，还自称大内高手呢，个个全都中看不中用。这已经听说了，你在街上跟人打起来了。没占着什么便宜，啊！你呀，一进京就惹事儿，也好，就该让你受点教训啊！根本就不是我的错，也不知道从哪冒出一个疯子，凶横刁蛮的，把人家小百姓都欺负坏了。那个男人差点没被他打死，还好我及时出现，救了那人一命。哼，是啊，那个疯子肯定厉害得要命，不然怎么会逃出你的手呢？他算什么呀？哼，要不是中途杀出了一个搅局的臭男人，我早打得他跪地求饶了。哼，够自信的啊！怎么样，最近功夫进步了啊？哎，怎么样，咱们俩出去比划比划？还好嘛，又出事了。好嘛，冤家路窄啊！小龙虾。可给我找到你了，看你今天能不能张牙舞爪。哼，你这蛮横的女人，那我怕你呀、啊！阿莲，来，还不快跑！追！是，站住！站住！别说！站住！站住！市井混混，好耍无赖！你这大家闺秀也死缠烂打，你才没羞呢！丢不丢人呢你？